臀大肌的拉伸，让你的训练搭档摇在垫子上，让他的一侧腿抬起来，你的手臂试着去从下侧绕过，抓住他的膝盖，为了防止他另一侧脚会弹起，你用你的脚腕去压住他，去轻轻的旋转。当旋转到位以后的话，试着去轻轻下压。去确保他的呼吸放松，同时去询问他的背拉伸感觉。30秒钟的停顿。结束以后，我们换另一侧。同样抬起来，先去旋转，抓住弱侧腿，压住他的整个脚腕，首先去旋转，然后轻轻下压，30秒钟停顿。保证你训练搭档背拉伸过程当中去做完全放松，不要跟你形成对抗。